奶油小生，真的压力很大，希望今年有机会了。在我们当地呢，把小伙子称作为黑马王子，把女孩称作为黑珍珠。像毕老师您这样皮肤白皙的，到那儿基本上娶不着媳妇儿。其实白配黑是很好的，真的。你以为钢琴键呢？白配黑，三杯就把我放倒了。酒不醉人人自醉。其实你从头到尾一点都不顺利，你的收场收得不漂亮，其实你开场也开得不漂亮。听说你爸挺狠的，上台来那手一直不停的在不停捏拳头，牙齿也摔掉了。是亲爹吧？像这么个孩子能抓起来吗？哇，他谁娶这样的姑娘得小心点儿，你叫你再说。董卿像小企鹅那样，那样才好玩了。哎，小鸭子，小对呀、啊。现在我们请毕老师把脚翘到桌子上来。那你就算是完蛋了啊！自始至终找倒霉。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很愚蠢。俗话说，不懂得记仇的楼乃铭不是好楼乃铭。可以去。对，就是这样。很棒。我喜欢，我喜欢你。别放弃，这是温馨。我相信爱情是洒下几全心全意。春晚你看行不行？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我要上春晚。有没有做好准备？准备好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去发现惊喜，感受快乐。今天又会有哪些嘉宾粉墨登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要向您隆重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评审，他们是著名音乐人海蝶音乐总裁毕晓世先生。毕老师好，欢迎您。我们的国家一级编导，十三届春晚的小品总导演楼乃铭，楼导。著名歌手孙悦。楼导，你今天穿得好好看哦。先表扬一下。人长得好这事儿。对对对，这是前提，一定要注意。他在后台嘚瑟了半天。对对对，一会儿戴项链，一会儿戴围巾，一会儿要把那大围巾剪成小围巾，一会儿把小围巾接成长围巾。谢谢，这是各位评审对我们节目的一份尊重啊。孙悦今天也是闪亮登场。我觉得你还是有压力的是吧？你不是，我觉得我这儿有压力吗？有压我没有压力，我有压力，我是担心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我今天你穿的有点太漂亮。不是，你今天太漂亮了。好了，我最没有压力。没有，我觉得你最有压力。两个女人在你的两边，把你夹在当中。怎么样？我当时什么都没听到。很幸福、哦，你应该感受到。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各位评审来到节目当中。哎，那今天要第一位登台的这位年纪不大，本事不小，掌声欢迎第一位表演嘉宾。哇哦，好可爱啊，这小白兔背着就出来了。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的名字叫陈诚，今年15岁，来自江西萍乡。来自江西萍乡的陈诚，欢迎你。今天这个造型好特别哦，是请那个楼导给你设计的吗？不是，
楼导，怎么不是呢？不是吗？难道？对啊，就是的，是的，是的。小孩子真诚实，确实不是。这个小白兔很可爱。对啊，因为明年是兔年嘛。我们要力争上兔年春晚，所以我们造型首先很接近啊。然后带来的什么表演？带来的是自由式轮滑。自由式轮滑，我知道晨晨你参加过很多世界级的大赛，这个轮滑在这个世界上比赛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对，有很多项目，比如说我这个是花式绕桩，然后还有速滑，还有极限。哦，那也就是说今天你带到现场的就是你最擅长的那种。你别看他15岁，今年拿过20多个世界级奖项，不得了啊！所以来，我们对他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期待，掌声欢迎。但是我也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娴熟高超的技巧真的是他用刻苦训练换来的。从几岁开始练习？正式接触这项运动是11、12岁吧。11、12岁，但是更早的时候好像就喜欢轮滑了。对，更早的时候是6岁左右穿双排轮。然后来到11岁正是拜师学艺，对吗？对。练得很苦是吗？对，一天要练12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习。哎呀，真的太辛苦了。这个轮滑刚开始练的时候难免会受伤的嘛，对不对？但听说这个腿上脚上也都受过伤。对，牙齿也摔掉了。哎呀，哎，现在长挺好的呀。哦，我看到，哎，这边小牙齿摔掉了一半儿，现在还留了一大半儿。但那个时候就是摔伤的脚上磨出泡来，听说你爸挺狠的，把那个水泡挑破了之后背着他继续去练。对，因为那时候我很小嘛，又不懂事，但是我喜欢这个，再苦我也吃嘛，因为我喜欢他。今天我们把这个狠心的爹也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欢迎晨晨的爸爸。是亲爹吧？你说怎么会这么下得了狠心啊？你说这女儿的脚上如果都是水泡，你给挑了然后再去接着练，当时怎么想的呢？当时考虑到我们开始练的时候，我都给他讲了，我说你愿意练吗？他说愿意。我说愿意吃苦吗？他说愿意。我说我愿意，那好，我就给他把忙了。把关啊，你就给他要求他。但一般好像爸爸都下不了这么大的狠心，你狠劲儿，您从哪儿来？您是不是就期望他能够得世界冠军？对，也是这个原因的，就是像他有个好的成绩。其实我们一看这爸爸也是个挺淳朴憨厚的人啊，上台来那手一直不停的在不得捏拳头。您有点紧张是吗？不紧张不紧张。我们来听一下评审是什么感受。太吃惊了啊！能脚底下有轮儿，还这么娴熟的控制它，而且能控制自己的形体，还跳起来飞起来。当然了，我就没轮儿我都站不稳，那就单说了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这节目真应该上春晚。
啊，我倒觉得因为春晚还是一个时尚的风向标嘛，应该有很多时尚的东西进来啊。另外一个这个也比较环保，以后上班是不是考虑更多的人体力允许的，这样滑着就上班了。不是你像孙悦这样。我怎么你觉得他表演的时候我脑子想什么、哎呦，我要小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上这鞋，我绝对滑的也不错。然后呢我要会滑，你说编个节目哎，在晚会上边唱边跳哦溜溜。但是呢刚才他说了他要练成这样，那牙也摔了，腿也摔了。你知道他牙怎么摔的吗？你自己跟大家说。你咋摔的？我牙嘛，是我教练教我一个动作，他上午教的，然后说晚上要好好练这个动作，别把牙给摔了。没想到晚上就摔了，就是在练的时候摔了。一个很简单的基础动作。什么动作？现在看看已经很简单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啊，是吗？老脚。就后单脚，我觉得我放弃了，就这不行，这不是我干活。你比如说我练完以后啊，一上歌牙都掉光了，还在那唱。但是真的很棒，他刚才我都惊住了，因为他在节奏当中，他完全在节奏当中。因为在滑轮，你滑得快 ，OK， 没问题，看谁快，控制或者转圈，他的控制能力非常棒。哎，毕老师觉得？其实我不是太惊讶啊，我很羡慕。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就羡慕人家会滑冰，我是不会，但我也试过一两次，就是协调能力很差的那样。虽然你看协调能力很健在的，牙都健在。我非常羡慕。而且这个小孩子呢，我刚才在后台在探讨这个小孩子他学什么好啊。其实回到一个原点，他喜不喜欢。刚我听到他自己讲他很喜欢。对，他喜欢。我们在后台探讨什么呢？小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或什么之类的很多小孩是被逼的其实他心里不喜欢，因为这个行业无论就是说哪怕是体育也好，这个文艺也好，都是留给天才的这个行业是留给天才，你留给有天分的人，有天分，有发展的可能的。重点是他要喜欢。对，如果你逼他，其实说老实话他也出不来的。还是要你自己喜欢。但我有给你一点点建议啊刚刚有点单调，虽然你有技术啊，如果这个结合得了有一些什么街舞啊或者花式篮球啊，更加时尚一点。对，不要纯滑，因为你的技术完全娴熟得不得了啊。求你了，花式篮滑都牙都掉了跳你这你连滑都不敢滑，你还让人跳？我当然不要求我了，我已经不落忍了，他本来就是太残忍了。不是你自己的牙保护好了就完了吗？那我滑行吧。你行，我同意，把轮给他。你终于知道坐在两个女人当中有多么苦恼。我知道必须的，没错。所以我还是建议能够加一些别的时尚的类别会更加同意在安全的情况下啊。我不同意他那个安全。我理解毕老师是不是他一个人又跳又滑，而是在辅助他，在他的周围身边我们再可以编排一些花式篮球啊、街舞啊、滑板啊。音乐可以不要单纯这个音乐，中间有一些变化我听说他要参加广州的亚运会吗？对，其实2010年广州亚运会是有轮滑的表演项目的，但是好像晨晨你还能参加吗？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会尽力去参加。啊，你怎么那么牛啊？要尽力啊！他有时间的话，为什么我这两天没空？那你有空吗？最近因为我现在读初三了，然后。学习很紧张。我同意。初三真的我不同意。学习是第一位啊。我不同意。我同意。对不起，你学完了他有时间没有？我告诉你，如果是我就去了。当然我不是反对学习啊，你就算了，这是个机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呢，可能过了你这个学习的年龄呢你就未必有了。亚运会也是4年一届啊。这事得问爸，他爸爸能决定吗？我们直接帮他决定就好了，他爸听我们的。爸爸你说这个是参加亚运会重要还是参加这个考试重要？现在我来想是想小孩在这个方面呢是等于是锻炼身体，关键是要读书锻炼身体。哦，轮滑只是强身健体了，变成都锻炼成牙都掉了还这么锻炼了就参加亚运会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提高他的耐力，就是说他的吃苦精神让他做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的就其实也未必是以轮滑作为职业将来是吧那晨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也认为学习更重要。好。
毕老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孩子的意愿是最重要，他喜欢滑就让他滑，他喜欢他要去念书就让他去上学。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轮滑这个行业啊，就说在这个亚运会上应该是首次，对不对？对，首次作为，但是作为表演项目。哦，就没有竞赛的。对，不是作为竞赛项目。那你觉得你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轮滑的这个经过中啊，有没有很强的对手？亚洲？有啊，中国都有。那你不是拿了20多枚金牌吗？哎呀，都是流汗流血流过来的。我觉得你有机会，因为你才十几岁。那你的机会，我觉得今天就是机会，我要上春晚。如果你滑好了，上春晚了，那比那也一样还要好。所以我觉得顺其自然，人生道路千万不要拧着做。不是你的意思是宁愿上春晚，不要去亚运会？我当然同意了，宁愿上春晚都得有时间。他得有时间，你们自己定吧。这个我觉得就私下再讨论吧。最重要的是今天晨晨带着他的轮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征求一下现场观众的这个看了之后的感受，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春晚也可以有，来举手表决一下好不好？看看，我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啊？哎，我觉得大家举手就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份鼓励，也是对他这么多年来刻苦训练的一种鼓励，也希望你继续努力哦，好不好？加油。好了，也谢谢爸爸这么多年来的培养，谢谢二位，谢谢。接下来这几位呢，我先不请上台来，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他们表演的时候，然后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画面，就是能够把音乐一个歌手在中间，他们是作为一个表演魔术舞蹈的一个表演，那就真的上春晚真的没有问题。不是，你就想象自己站在中间，我真的不骗你，我就想，哎，我这个位置如果站在这儿，我也跟他们一起来跳，当当当，一起来跳，哇，那就太酷了。我一直在想，然后我真是觉得你们
表演和舞蹈还有配合的一些小的魔术非常棒，但是我真是觉得如果把歌手放在主角，你们来配合他，那就非常炫了，太酷了，没有这样的表演形式。哎，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意，就是把魔术融到了这个舞蹈当中呢？我们的导演和我们所有的队员，构思了一个魔术和舞蹈的这样一个表演形式。在这个创明过程中呢，反正时间还是有点仓促，然后有些地方大家练习的还是不是很完美，然后在但那个魔术棍也挺好玩的，那个魔术棍然后其实我觉得灯光和音响背景的效果还有灯光那个效果帮助了你们。其实按照喷火来说，我记得多少年前我有一首歌叫什么圣火伴舞啊，最后一个动作完了，舞蹈演员啪喷火，没他也有这样的，火但手上有火，他是有这个，他是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在魔术团有个道具，学的这个有个道具没了吧，手上都拆了不是还是有，然后啪火喷出去来了，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差点烧着我，就是他也是那样的，但是他这种形式更加新颖了，但是必须配合灯光音响啊。对，毕老师觉得？我跟你看法有点相反了啊。因为他这个所谓的这个魔术舞蹈啊，而你又用了一个名字叫神秘，其实你从头到尾一点都不神秘啊。刚刚孙燕说你的收场收得不漂亮，其实你开场也开得不漂亮啊。就说你这个节目，如果你不说这个名字或者你不解释什么魔术舞蹈，我就看你中间就是像拿打火机一样的，一点都不神秘。就说你怎么去，因为你解释过，因为这个舞蹈有魔术，所以我们才睁大眼睛看哪一块是魔术啊。没有，我开始没解释，我最后才说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嘛、对不对啊、是有魔术舞蹈。我觉得应该叫它是魔术舞蹈神秘、其实应该调过来叫舞蹈魔术，没有，应该叫魔术，都一样，比如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西红柿，那是不一样，量了都不一样，你这魔术少一点，所以叫舞蹈魔术，这是只初步，你给人点信心行吗？没有，你给信心，我先打击、我觉得不错啊，没我什么事儿。我发现了晚上楼道我是善意的建议。我发现一个问题，每当你穿的比较漂亮的时候，你的心思就不在我们这儿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今天穿的比较美，所以我把你的点评就完全就有点都不积极，对，一点都不积极主动，有点走神，有点走神。老希望大伙儿能看上我，我也没人看我，挺难受的。那个不是，我觉得既然叫神秘，就不能提魔术。你提了魔术，你还就不能叫神秘。对，那你还神秘什么呀？你到底要说什么？开场了大概有将近一分钟，我还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因为我刚刚没看顺序，我说萧亚轩就快出来了。他告诉我萧亚轩就。没有，我也觉得不是，我也觉得他以为还有一个歌手在当中。这是什么呀？是魔术还是舞蹈啊？他说不知道，我一看啊，是魔术。总之呢，就说那个魔术呢出来的晚了。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这么一个表演啊，因为你要上春晚，上春晚，因为大家都是看了春晚长大的，所以对每一个节目都有一份感情和一份挑剔。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抵得住这种对，现在咱们这儿只有三位来挑剔，你要真上春晚，那就是上亿的挑剔的眼光。其实我刚刚看啊，就说他们在表演，哇，后面也是很开心。我说你们一点标准都没有啊！太好了，后面那些姑娘们哈、真好可爱啊！大家开心就好了。那火机一打，我不讲那个魔术，是火大火机一打啊！哦，姑娘们，我以后我们要聘请你们做我们节目的专职观众，但是形式还是很新颖的啊。对，是，我觉得最难能，我刚才看的时候我也在想，有那么一点点创新都是可贵的地方。其实方向，也许说不定他们这个魔术棍今年就被春晚的某一个舞蹈采纳了呢。对，很有可能。方向好的，这就是他们的创新。你要知道，这个节目发展到今天，每一在跨前一小步都蛮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武术是一个创，不是武术，舞蹈和魔术简称武术。然后只是一个雏形，然后我们是想把更多的元素加入到舞蹈中，像以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涂鸦结合，然后也可以跟更多别的，让大众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然后跟舞蹈结合，融汇在舞蹈当中。对，这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而且他们毕竟这个舞蹈才练了一个星期有吗？几天？
可能在几天时间，他们还要去，还得练，再打火机他还得练呢，还得要练这个动作。做人要厚道。那毕老师说那是打火机，那是什么？跟我们说说。这个不能说，但是刚开始练的时候总是会烫着。真不是打火机，真是，特别是他们女孩啊。对，这在女孩的这个娇弱的手上要燃烧起来的话，对，两个八拍，就那么烫，就直接在皮肤上吗？嗯，还有有隔层，有隔层哈、啊。但是也是他们一种尝试，姑娘们也是，包括小伙子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因为这个魔术要带着这个魔术还得跳起来，还得转起来。可大，心理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刚在那个化妆间还在不断的练习，就担心每一个环节就怕出小问题，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出现过很多小问题，而且他们也知道其实节目这个因为排练时间很短，可能水准上来讲也不是特别，他们自己也知道不是特别满意，所以就格外的紧张。好，不管怎么样也谢谢你们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演出，谢谢各位，继续努力了，加油，掌声有请下一位表演嘉宾。大家好，钟青你好，欢迎你。我手怎么这么凉啊？没有，刚刚在后面等了一阵子，真的、啊、有点冷、啊、但是你现在应该感到暖了吧，我们现场的掌声啊，谢谢谢谢。 Hello 一下就觉得很温暖了。对啊对啊，阿娟其实在98年的时候上过春晚，对吗？对。嗯，我们先来看看98年那年春晚他唱的歌曲，来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1998年，整整12年前一轮呢、啊、是吧？自己觉得那个时候跟现在有变化吗？那差不多吧。说明你保养得很好哦。不过真的蛮怀念那一次，就那么一次哈。对，哎，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那后来怎么就没有再带着歌曲上春晚？我也不知道哎。你有送自己的歌曲吗？其实也没有了，我也没有刻意的去争取这样子的机会、那不过这一次我希望这个来参加我要上春晚，可以让大家再想到哎，对，张信哲，哎，阿哲有新歌，哎，也有这个愿望，对吗？当然，其实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再上春晚，但是其实我每一年都有关心，都有关心哈、对，而且这个上春晚，毕竟这个春晚这舞台跟平时演出的舞台都不一样，对，对吗？你再回想那个98年上春晚，那是什么感受啊？那一次真的很紧张哎。真的，对，因为第一次上春晚，而且我知道春晚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那再加上那一次又是这我们三个人的合唱哦，所以呢，其实面对像内地的毛宁，还有香港的刘德华，我们三个港台内地的跟内地的这个三个人的合唱呢，其实我觉得真的压力很大，希望能够尽量的把自己表演的最好的这个表演带出来给大家。但你看这12年过去，在这12年当中，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歌曲新歌推出来，深受大家的喜爱，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上春晚。希望今年有机会咯。对啊，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左脚右脚已经跨进去了，对，跨进一半，还有一只脚、那就看接下来的表现怎么样。okay, 好的，先带什么歌曲给大家？今天为各位带来新歌，这首歌叫做《最初》。最初，一起来欣赏，谢谢。绝不会对自己仁慈放不开，故事沾上尘埃，做过的梦都已斑白，是
有孤独，多少寂寞无人细数，等待是张迷路地图，走不开岁月模糊，回忆都还历历在目，没服输，爱是场没终点的旅途，回到最初，再一次拥抱怀里的热烈温度，眉目悄悄盛开，青春无知又无辜，痛本是爱的局部，回到起伏，峰回转路，等日出。爱是场没终点的旅途，不回到最初，再一次拥抱怀里的热烈温度，眉目悄悄盛开，青春无知又无辜，痛本是爱的局部，回到最初，再一次相信流浪的人终有归属，让自己向前一步，看见起伏，峰回转路，等日出，不回到最初，再一次拥抱怀里的热烈温度，眉目悄悄盛开，青春无知又无辜，痛本是爱的局部，回到最初，再一次相信流浪的人终有归属，让自己向前一步，看见起伏，峰回转路，等日出。出道已经有快20年了吧？今年第21年。啊，21年了！真的有没有算过自己唱过多少歌？哇哦，这个是我的第31张专辑，所以应该有超过300首歌了。哇呀！哎呀，这真的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啊，收获啊。对。但是你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直沿袭了你的这个情歌抒情的风格，情歌王子的这种风格。谢谢。我也想问问现场观众啊，想听阿哲唱什么样的歌？啊，过火。还有呢？啊，爱就一个字。还有呢？哎呀，300多首说不过来呀，哈哈，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他们心中最爱的一首歌。对，我们可以来听听评审。其实我知道你跟毕老师很熟嘛，是有曾签过毕老师的公司，对不对？是。哎呀，那就曾经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喽。对呀、啊，老板没有，老板这样子。我们简单的说啊，其实阿哲是我很敬佩的一个歌手啊，他非常敬业。当然他的好歌我就不用说了，因为现场这么多歌迷肯定比我数得清楚，他真的很棒。至于上春晚，我肯定是支持嘛，对不对？关键是说上春晚要唱什么歌，这得你的粉丝来定。观众，那您说了嘛，什么歌？
再来一点。都要啊，那就串烧吧。这个提议不错，是吧？他太多好歌了，太多了，对。Uh-huh. 串烧一点不为过，嗯。但十首起步啊。是。春晚导演已经在那擦汗了，一首歌十个人唱，他一个人唱十首。十首歌呢，你可能每首歌就十秒，嗯啊，或者说很短时间。让毕老师说，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歌呢，用一个，譬如说从每一首歌截取几句精华，然后呢，重新改编成一首。串烧的歌，完整的歌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形式只有在这个舞台，我要上春晚，真正春晚，就像你说的，一首歌对，真的春晚，没，一首歌十个人，十个人有，还有更多的，永远后边那么多人，我的妈，那真的春节晚会直接住院了。但像你们这么有才华的，一般都是一首歌三个人、四个人。嗯、他一首歌呢，一首歌四分钟，都是剪到两分钟，或者一分钟。这上春晚的痛苦经历啊，一定要把精华拿出来。楼导呢？你听阿哲的歌吗？我听，还是你女儿听啊？我女儿听，所以我听。啊，我觉得他火了很久很久很久。我刚才问毕老师，我说他是不是火了很久很久了？因为我特别早排一出戏在广州，排一出儿童戏，我说选一个男歌手，他们就说张信哲。我说评价一下，他们说奶油小生。啊，在我的戏里就说了这句台词，你就一直铭记到今天。对，你到最终也没有用人家奶油小生，赶紧用啊！好吧，再不用就奶油老生了。哎，不，一直很奶油。好，谢谢，我们也谢谢三位评审，这也是出于朋友的建议，多年来一直都很关心你啊，是吗？对、啊。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说的吗？当然了，我觉得虽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机会在春晚跟大家见面，但是呢，真的非常开心有我要上春晚这个节目，每一次来都好像在上春晚一样。下次带着串烧来嘛。好啊，过瘾，好不好？下次就为了这个节目特别这个准备一道特别的这个串烧歌曲，好，再一次让大家听一听，好，好吧？谢谢阿哲，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可以通过 CNTV 中国网络电视台我要上春晚专区来投票，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通过观众的投票产生人气指数最高的节目，他们在临近春晚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面对春晚总导演，那就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春晚梦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上期节目当中的人气前三甲。我要上春晚第九期人气指数，第三名纤夫的爱表演，天津市京石业余舞蹈团，77,051票。第二名泰热表演飞轮海，91,117票。第一名真情表演中关村男孩，107,626票。以上数据截止至2010年11月18日。如果您自己或者您身边有朋友也身怀才艺、富有创意的话，欢迎报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一个最平和、最宽广、最友善的舞台，期待着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是一组表演嘉宾，我觉得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有浓郁的民族风情。来，掌声欢迎下一组表演嘉宾。你们好，欢迎你们。哇，你看缤纷色彩立刻展现在舞台上，我猜一下，这个应该是苗族的服饰。对，是苗族，来自贵州松岛县的苗族。来自贵州的苗族，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民族的姑娘是以黑为美，而且他们的舞蹈留着长发，佤族。对，非常的棒。来自哪里？我是来自云南沧源的佤族。
沧源的佤族，她这身皮肤的颜色在当地算是美女级的了吗？算是黑珍珠，因为我们佤族啊以黑为美，以黑为贵，所以在我们当地呢把小伙子称作为黑马王子，把女孩称作为黑珍珠。哎呀，像毕老师您这样皮肤白皙的，到那儿基本上娶不着媳妇儿。其实白配黑是很好的，真的。你以为钢琴键呢？白配黑。这位姑娘，就是我没看出来，你自己介绍你是哪个民族？我是土族，来自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土族，我们以前都听土家族，但这位姑娘是土族。土族我去过。哦，你去过土族？是在青海。嗯。是唯一现存的一个少数民族。嗯。而且我参观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生态。哦。特别棒。那你也应该看过他们的舞蹈。看过，我在那里被那个，你们是有三杯酒吗？必须要喝的，我就三杯就把我放倒了。真的，就是那种迎客酒什么的，必须喝的，是不是？一来就要唱着歌让你喝那样。我觉得肯定是漂亮的小妹妹。酒不醉人，人自醉。很多人知道土家族，不知道土族。对对对，是我觉得，哎，我当时说土族土家族其实完全不一样，是吧？那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表演？对，为大家带来一组原生带来舞蹈。原生态的舞蹈，来，掌声欢迎各位。好巧的是人太少了，可能因为我们看惯了春晚的那个民族风的表演，那个场面很好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春晚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民族舞蹈，一起来看一看。有了这么一对比，你就发现我刚才这感受，因为我就习惯了看那个现场几十个演员、上百个演员铺在那个舞台上，因为群舞啊，它需要那种绚烂的色彩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各位评审的感受。少数民族这个一向富有很有多的那个激情，尤其像春晚，但是我刚看了半天啊，我不知道这个春晚，因为每一届春晚都有一些民族的一些舞蹈，民族舞蹈，但有没有试过？56个民族一起上，好像有，哎，有吗？有，我记得有，哎，56个民族的在一起的，能挤得下吗？当然，56个民族不也就一个民族两个人，也就100个人。但咱们今天不讲人多嘛，关键出不出彩嘛。
我倒觉得如果让观众记忆犹新，其实在春晚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是很难的，因为你像扑面而来，你在扑面的时候大家只能记住一套两套服装，如果56个民族同时过来，就是这是很难的。其实换一种表演形式，比如说歌舞剧、音乐剧，或者一些这样的秀，让大家更多的了解56个民族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嗯、但是刚才那个黑珍珠佤族，哎呀，他跳那舞蹈那头帅帅的呀！哎呀，我跟你说，这刚才才来了4个姑娘，太过瘾了啊！40个姑娘你在台上甩头发，你看那是什么气势？我特别想跟你一起甩呀、啊，那头发剪了没得甩了，我就只有甩耳环了。那叫黑呀呀！真的，因为他们这种佤族妇女的这个甩发舞也是从他们生活里来的，以前都在河边洗头，你知道。知道吗？洗完了要这样甩晾干，真的是、哎、慢慢的就编成舞蹈。你知道你们在一甩头唰一起的美，那个什么白黑马王子都看着都全晕了、嗯、啊！黑马王子一看到黑珍珠全晕了，嗯，漂亮。但是我刚才看觉得人少吧，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刚才跟毕老师探讨，就是说每个民族他们的歌舞服装都是有自己的一种语言在里边的，比如说他的一种祭祀哈，一种丰收啦，或者是春天啦，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对对对对对，可能跟这些都有他的关系。啊，当然，可能每一个舞蹈里边，每一种形式里边都有他自己的很多的故事，所以春晚。就来不及展现的那么多，对，这56个民族一一展示。其实您刚才说那个土族啊、嗯、土族的舞蹈那个安昭舞又叫圈圈舞，就是这个祈求这个五谷丰登啊，吉祥如意的。嗯，而且他头上那些花我估计都有语言，都有含义，就是对，因为他太没有时间来展示，所以就还让人有点纠结啊。嗯，其实我觉得如果要通过一首歌曲然后展现56个民族的元素，不管是服装还是什么样，我觉得也有可能，这个就真的是很用心了，真要靠春节晚会的这些编导音乐一些作曲家。你是说让毕老师用点心吗？你努力啊，全靠你了。好的，我们也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3个不同民族的这个演员们为我们带来的表演，谢谢你们，谢谢。